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呵呵，你看，你还有一只猫。哇哇！面可以跟你回复我了。五重溪啊，五重溪瀑布，终于到了，来到久违的福山了。啊，今天好天气，超级热。对，溪里竟然没什么齿痕啊，但是有看到一只公花。哦，有，我看到公花游来游去啊。公花，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，水里有一只公花在游。对，但是都没什么齿痕。好了，试试看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，先钓钓看啊。哦，这舒服啊，舒服。水虽然水少啊，当作来运动减肥啊。来溪边，自己要先吃饱，钓不到也没关系，饭团一定要吃。吃饱再继续。今天用21尺手竿，然后用那个木印，浮球木印，倒掉料子，一样配双钩，两个1号铅，双钩，然后搭配一颗浮球，今天水比较轻，钓飘一点，试试看，如果脚况不好，再换钓组，再换流铅，石边。吃饭啊，吃饭啊，钓鱼带饭团很方便。刚才前面的鸟啊，跑了一只紫花，太大只了，那个钩骨太细啊，对吧？冲到下游以后，钩子就被拉开了，就跑了。不过有部分原因是在21尺啊，太短，所以它冲到下游就
水流加鱼再往下冲，拉不回来。这钩子被拉开了，脱钩。可惜啊，那只，超过三尺，超大。那我好像要变阴天了，继续努力吧。终于钓到了，现在快黄昏，开咬了。出的了，好了，继续。很大只哎，杆子太短了。可惜呀。
凤鱼啊，苦瓜，苦花，苦花，小苦花，好小啊。小苦花，这太小，放掉了。